在干嘛？我在，我在跟我朋友说我想要买树。什么树？你要开始种树了？什么东西？哎，你最近有没有在追什么剧啊？没有啊，因为我只想追你。You want my destiny.那你觉得我们下辈子还会在一起吗？傻瓜，你上辈子不就问过了吗？你等一下可以跟我拍一张照吗？拍什么照？就随便一张。哦，可以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要向大家证明，这世界上还有天使的存在。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不是快要到机场了？是吗？不知道，因为我觉得我的心现在正在起飞。